接着呢，再来介绍下一个工具，叫做 Gamma。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 Gamma 呢作为一个集大成的场景了。好，那 Gamma 的部分我就要来再改一下分享画面哦。哦，可以。妹问的是说简报可不可以提供给大家，对吗？啊，今天的话可以提供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同步进行一下。啊，或者我等一下贴链接好了，这应该对大家是比较方便的。我现在介绍的是个 Gamma， OK。好，那大家帮我呢？点一下现在贴在聊天室的这个连结，然后应该呢点进去就可以进到这个画面。然后你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，哎，最快就是我们直接用 Google 来注册。好，就是一样，就我们 Gmail 点一点就注册好。好，那注册好的话呢，就帮我一样在聊天室打一个 Gamma 的 G。这边就再稍等一下，等到56分好了。哎，这么快的 56， 等到57分好。好的，看到也蛮多人打上 G 了。我们再一下下。好，那我就还继续说。好，那应该呢就是会进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画面。好，我们就点产生，然后它会有三个选项：简报内容、文件跟网页。我们选简报内容。好，选到简报内容之后呢，底下呢这个繁体中文就是去选你的简报是要什么字。可以看到选项很多，我们就维持繁体中文。然后八张卡片，卡片就是投影片的意思。好，这边呢八九十， 8, 90, 我们就选八张好了。好，八张就好。OK， 然后这个一样，哎，有没有很熟悉？一样是一个输入栏啊，就刚刚说的 AI 工具现在都是做成这样，它就是你就输入一个东西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输入，好，假设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服装设计啊，我就今天都这样多举比较多元的一些例子哦，服装设计这个主题好了。好，其实打到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去按这个生成大纲，点下去，它就帮你把这八页的大纲也生成出来，也生成出来。哎，那大家应该有没有想到一个梦幻联动？其实呢，我们刚刚是不是都有在 ChatGPT 先设计好一个大纲？如果你更喜欢那个大纲，哎，是不是我们把那个大纲贴过来这边可能更好？那如果你自己看到它这个你也是喜欢的，当然你要用这个也可以。好，那如果这次不喜欢，它一样是可以在这里按重新生成的。那它的这个内容呢，就会稍稍不同，或者我们在这里改一下，我们单纯去讲服装，不同服装设计的啊，我们不要加不同服装设计的历史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微调的，都是可以去重新生成的。好，假设这一次这个版本呢，我们蛮喜欢的，我们就去把这个继续按下去。好，那继续这里你会看到有这个浙江花费40点，那大家新注册应该都是400点，哎，那这样子不是用10次就用完了？哎，对，它也真的就用完了。不过呢，它是可以赚点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也跟大家分享怎么赚点。好，这边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挑选模板的页面，那我就随意挑一个，好，黑色的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按产生。OK， 那其实接下来呢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我们就等待。OK， 我们就可以看着这个简报在你面前一页一页的生成出来。好，那简报呢？哎，其实就已经完成了。好，当然，如果这是一个
急着用的简报的话，它或许呢已经是可以用的程度都说不定了。不过我们一样，AI 生成啊，前面说过的话嘛，我也打在聊天室好了。就是呢，AI 负责生成素材啊，然后呢，人类负责要去评鉴结果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先评鉴一下这个结果到底堪不堪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哦。好，古代中国的服饰、罗马风格，好，假设这三个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。那这边如果你觉得古希腊风格这个图，这个截得不干不净的，我想要一个新的，我们点图片其实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汰换的。像这里的选项是网页图片搜寻，所以这边就是他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些古希腊服饰。好，假设我们想要用，好，我们用这个，哎，那么它就直接换过来。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选项，像是图片上传或 URL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设我们想要用的是好 Unsplash 的，好了，诶，有没有？它就用了那个图库里面的一些衣服。OK，好，那像这个古代中国的服饰，我这边就用图片上传的，图片上传，然后去按取代图片，OK，按一下上传，我就去选自己有。在中国的这里，这个好，哎，有没有？这边我们就这个就是 AI 绘图的，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其实就可以去做到一个结合了，就是呢，我们刚刚在 Bing Image Creator 去生成的图，你就可以拿来这个简报这边来使用，不管它是 icon 还是像这个真实的人像的图都可以，所以这边就是慢慢去结合。所以我们刚刚走过的路程，其实就是 ChatGPT 给我们。教学大纲、目标、教学活动的一些设计，Gamma 可以帮我们把简报60分的架构做出来，然后里面图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 Bing Image Creator 去做出最客制化的图。像这些可能很多还是网络上面的图，你没那么喜欢，但是呢，哎，我们直接用 AI 生图就生出我们自己喜欢的图。好，另外我喜欢这一个 Gamma 的原因是它的条版面真的非常快。什么叫条版面呢？像举这些为例好了，这边这个是箭头，它通常左滑呢就有这个选取版面配置。点下去呢，这里都是可以换的。例如，我们选时间轴，它就变这样；然后方向啊，就可以这样去调。就它这些的这个更动是非常快的。选项目，哎，变这样；选文字方块，变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去做这些微调很快。好，那哎，没错啊，可以这样编辑啊。可是它有什么动画或什么的吗？好，如果你有一些习惯是希望呢，我们拉回到 PPT 去做一些调整的话。能够做到吗？哎，其实也可以。我们右上角按这个三个点点，然后有一个绘出，可以按。我们按下绘出，你会发现呢，有一个选项就是绘出至 PowerPoint。所以其实它也可以有一个手法是，我们先用 Gamma 生成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绘出成 PPT，我们就再回去 PPT 里面去做修改。好，那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微调的手法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操作一下，就是呢，这个三个点点点进去。然后我们点页面设定，卡片大小这里我们把它选成16:9，哦，这是比较是我们一般 PPT 的格式。你这样绘出之后呢，它比较不会跑版。好，这个微调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有伙伴在问了，怎么转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嘛，我们到底怎么转点？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点了一个这个按钮，大家可以帮我一起回到这边，怎么回呢？我们刚刚在简报，对不对？它的左上角会有一个这个首页，有个房子。我们点一下首页，会进到这样的一个页面。左栏呢有一个写点的地方，好，我们把点点下去。中间有一个推荐给朋友，好，是不是就有复制推荐链接？我刚刚就是请大家帮我用这个链接注册嘛。好，如果你本身呢是一位老师，或是你非常有机会去接触很多人的话，哇，这个功能是为你设计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一个老师，哎，我们就一般，我们请同学，可能20个、30个，哎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呢就来教这个伽马啊，大家可以帮我注册一下，只要有一个人注册，你就赚200点；如果你有20个同学，你马上赚4000点啊！所以我现在呢已经有1万多点了，就是已经用不完的一个程度啊。好，生成8张卡片是中文，但继续后会变成英文简报，请问是什么原因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的继续是这边按了一个点，加号，然后在这边继续吗？还是什么的继续？还是在这边呢？新增另一张卡片。
像我这边啊，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它的右栏呢是有一个这个 AI 的符号，使用 AI 编辑。你点进去呢，它其实就有很多的选项。像我这边呢，就是写我刚刚是点了一个叫新增另一张卡片，有没有？它就帮我加了一张卡片，然后叫做时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这样。好，这是 AI 功能。那它呢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啦，例如说新增一些表情符号，提供一个更精彩的说法，将其格式化为表格。好，像我点一下，将其格式化为表格，它就会把这一个我刚刚是点这个简报嘛，它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表格。好，长这样，好不好看我们先不说啦，就是它可以去做这个调配啊。另外呢，像这个东西呢，图片的部分左上有个卡片样式，是在这里去调的。这边这样，或者变底图，或是我不要。那其实伽马呢还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啦，好，所以这边一次讲很难讲尽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先说后续的新增功能会扣点吗？这边我们在 AI 问的问题是会扣点的，一次好像是十点，一次好像是十点，对，它是会扣点的。对，第一步继续就是我们做一个简报就是四十点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请问怎么做简报啊？就是我们刚刚的整个流程其实就是做简报，我们去。好，我们刚刚呢是如果你刚刚是不小心可能跳到这个页面的话，我们去点新建，然后产生，这里就有简报，我们就去打你的主题，然后去选一些细项，你也可以选成英文的简报，对。刚如果同仁呢，你是做完之后呢，哎，不，你明明选中文，但它就生成一个英文简报，它有时候会这样。那我觉得最快的方式其实是你就重新生成一个简报，可能是最快的，它是可以让你去。对应的页数一个一个去调成中文啦，但是不太推这个方式，我们重新生成可能会是更快的。好，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尽量去。如果觉得 GPT 大纲制作简报贴过来大纲文字有点长哦，大纲的部分，那我先回到这边改为分享。这边如果我们是这个。帮我留下标题就好。我这边打一个指令，叫做“帮我留下标题就好”。底下是贴呢我的前面 AI 帮我生成的大纲。好，按下 Enter。好，这样是不是就变简洁了？它就变成一个比较简洁的大纲模式。如果刚刚您是问这个问题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小咒语。来解决，就如果他原本都写超多字的话，可以一并结合 GPT 生成的内文吗？好，其实这个的话呢，最快的手法，我们再改回分享了。像我用服装设计好了，这边某一页，我们用。好，中世纪的时尚这边最快去使用内容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复制过去，我们就互相贴一贴。所以其实今天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 AI 平台，我们其实到最后都是跨平台去使用的。我们在这边 ChatGPT 可以去生成很多很多东西，教学目标、教学大纲、简报大纲或者是一些建议。然后在 Gamma 的话，我们就把整个简报可以做出来。然后一些图片的话，我们用 Bing Image Creator 去做啊，所以每一个可能都有一个它适合的 AI 工具、适合的 AI 场景。它这边是不是就是介绍很细的东西？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说帮我整理成表格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表格贴到 Gamma 去。好，我先看一下直接贴会发生什么事。跑哪去了呢？好，这里，好，就贴过来了。我这边是直接把那个 ChatGPT 的表格。
复制，然后就把表格贴过来，哎，然后表格就贴过来了，然后他自己帮我去做这个灰底啊什么什么的一个调整啊，我觉得也还算不错看 ，OK。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使用 GPT 生成的大纲内文图片描述一并贴给伽马同步生成，大纲内文图片描述一并贴给大纲哦，大纲的部分就是刚刚不是都会它会生成一个大纲吗？你把那个大纲换成 GPT 的那个大纲，它就用那个大纲去生成。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PIN 的意思？它一开始不是我们原本是用 Gamma 给的大纲嘛？你不要用那个大纲，你用 GPT 的那个大纲，一样就我们把它贴过来，然后请它用那个大纲去生成。然后图片的话，确实啊，它都先帮你做，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生成的图片去置换过来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先选的、啊，我们是后面再像我刚刚这张嘛，就是我 AI 生成的图，我自己去把它贴过来，像这个罗马风格，我也把它换一下。换成随便一个图，这样取代图片，按一下上传。好，好，虽然这不同风格啊，不是这个字义而已，这也是 AI 化用这样的一个方去做，怎么请他？没什么呢？第五，可以再帮我说。好。哦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好。OK，我这边呢，刚刚是复制了那个金字塔的嘛，那么引入不同类型的金字塔比较和对比什么什么的。好，我直接把它贴到那个描述里，然后我按生成大纲，它就在这里了，就是直接贴过来。好，大家有看清楚吗？我再一次哦，我再上页一下，我们按产生，好，然后就在这个。请说明你想制作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在 ChatGPT 的这个大纲，我就把它无脑复制啊，复制，好，然后我直接贴在这里。那这个格式有点跑掉，都不用管它，我们就按生成大纲。好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刚刚的大纲。然后我们再按继续。我没分享到画面，抱歉。ChatGPT 的表格无法贴上伽马，因为我刚刚没分享到画面，我再一次拍摄操作失误。这个产生我们点下去，然后呢，直接我们就在这个请说明你想制作的作品这里，把我们刚刚的大纲就这样子贴过来。刚原本是一个表格一样啊，就是我们就直接把它贴过来，然后我们按生成大纲，它就帮我们依据这个去生成一个大纲。然后这其实就是上面的大纲，哦，引入不同类型的金字塔比较和对比。然后右边的一些东西，啊，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啦。所以，我们不管它的那个表格或是格式有没有出错，它就自动会帮我们转换，贴在刚刚那个地方。然后，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，再继续去走后面的流程。我们就把继续按下去，然后选一个模板，然后按产生，哎，它就帮我们去做。OK，这边就是金字塔的简报就做出来了。然后是不是我们前面，哎，我们有在 ChatGPT 问的一些东西，可能就再把它移转过来。好，例如说呢，我们要我看一下哦。我记得这一页在最开头的时候，ChatGPT 给的建议是不同文化的金字塔，这里呢，我们直接放图。不要用这个表格的方式去呈现，所以可能我们就把这整个表格呢，我们不要。好，这边哦，这边也顺带讲一下一个小操作，我们要怎么样在这边新增东西呢？其实它这里也有写，就是输入这个符号，好，这个斜线，你把斜线输入之后呢，它有这些选项，那我们就选这个图片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我希望是用网页图片，然后我搜寻金字塔。
我们就有金字塔了，然后还有玛雅的这边。好，所以其实就是结合刚刚我们也有说的，ChatGPT 给我们的点子，那我们就一一去把它做一个结合，在这个场景里面。金字塔，啊，选到一样。这边两个。好，这边可能再有一些微调的，我就先不调了。OK，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样去做一个结合，最后可以在 Gamma 上面，然后你可以把它绘出成 PPT，再回到 PPT 去做你后面要去做动画或是各式各样的调整。所以大家可以理解，就是我先用 Gamma 把我60分的简报做好，然后整个架构大概出来之后呢，我抓回 PPT，然后再去做微调，我就不用整个重做。那 Gamma 的强项就是它在内容方面可以生成的很快，那 Canva 的强项它是在模板上面很快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今天也是想要来秀一些是 Canva 的东西给大家来看。好，那我这边就直接用秀的啊。今天比较贪心啊，也是想要介绍四个睫毛工具给大家。好，那我直接秀一下在这里。我们先秀这个好了。Canva 呢，它其实也有 AI 功能。那大家如果是老师的话呢，就帮我开成教育版本。那这个方案和定价这里会有一个教育版，OK。然后呢，你再点一点，其实你就可以开通你的教育版功能。那我这边呢，先不带大家去开通哦，因为我已经开通了，我没有办法再走一遍开通的流程。啊，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一下相关的。教学影片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可以开成教育版本的。那你如果是教育版，你就可以使用 AI 功能了。好，那什么叫 AI 功能呢？我这边简单的来秀一下，我这边随便开一个，这个简报。好，那我们用一张图片。我这边呢，上传一个 AI 图好了，像是这个，这个是我用刚刚介绍的 Bing Image Creator 画的一只。那我们就可以点编辑照片，这里会出现六个 AI 工具。我先选魔法展开。什么叫魔法展开呢？就是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它原本是1:1的，我希望它把它展开成16:9。好，我们就按，没按到，我们再一次。好，16:9，然后按魔法展开，它就开始帮我们展开了。这个就是用 AI 呢来帮我们把原图扩图。那大家可以去思考，想想看一些使用情境的。如果你是用手机拍了一个直拍，有没有？如果它横拍会不会很好看？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，直接把手机的直拍变成横拍。好，话语刚落呢，也画完了。其实我觉得还蛮自然的。然后四张呢，就是都是不同的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产生新的结果，就是再请它重新生成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就先不重新生成了，我选一个最喜欢的。好，这张还不错，我就按完成。OK， 它这个就变成了一张16:9的图。好，这是第一个 AI 工具。再来呢，我们选魔法抓取。什么是魔法抓取呢？其实就是去背的意思啊。然后它直接帮你把这个图片里面呢，像人像的东西会帮你抓出来。好，话语刚落，抓出来了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可怕的地方，它的背景也直接帮你补上。它不是单纯去背而已哦，这边的图也帮你补上了。所以你原本如果觉得，这只鹿摆在中间不好看，我把它移过来，是可以做到的，我就把它移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步又可以干嘛呢？其实就是一个 combo 技啊。我们这边随便，找一个，好，这个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投影片，sorry，我们把这个投影片汇进来，这个字体弄过来。有没有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？那我们这边颜色再改一改啊什么的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宣就可以很快做好，或者我们不要说文宣，就是一个简报，你就可以这样去做调整。比如说呢 ，my favorite， 就 my favorite 好，好，那我们把它藏在后面，好像就有一种设计感。
当然设计没有那么廉价，就是有一种设计感就是了。好，这个是 Canva 的很多很多的功能。那在编辑照片里面还有很多，例如说魔法橡皮擦。什么叫魔法橡皮擦呢？像是这张图里面，我们去把后面的这个数学公式整个擦掉。还没完全消失，但大家应该有 get 到的意思。这边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的橡皮擦，它会去补周围的东西，让它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不见。所以，例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，你希望拿来课堂使用，但是这个照片太杂了，周围太多杂物了，你都可以用 Canva 这个魔法橡皮擦，例如说把路人全部擦掉。我甚至不用说是教学情境了，你帮你的另外一半拍照，在一个很漂亮的风景，可是周围全部是路人，你现在就用魔法橡皮擦把它擦掉就好了。好，那说到这边呢，就让我来把它，我就来回到简报，我们稍稍的为今天来收一个尾。请问可以把数学改成英文吗？哦，这个也是一个 combo 技啦，就是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是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名称叫做。魔法编辑工具，那魔法编辑工具就是把你擦掉的那个部分呢，换成一个新的东西。哎，那我也邀请呢，我们是叫做美玲，哎，可以帮我试试看。美玲大大可以帮我试试看，你就输入数学公式啊，英文公式啊，不是公式，英文在那边，然后看它会把它换成什么东西。它就是一样用涂的啊，然后就可以换成你要的东西。例如说你把后面的花瓶涂掉，比如说一只狗，它就帮你把花瓶换成一只狗啊，它的功用是这样。好，那我稍微收一下尾。今天比较贪心哦，所以介绍了非常非常多 AI 工具，可能都比较节奏比较快一些啊。不过呢，也是简报会提供给大家，可以让大家稍微复习一下。好，那开头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说呢，60%的 AI，40%的人类。那刚刚就是把60%AI 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尽可能的快速介绍给大家。那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人类的部分到底是什么？其实，在口头上面也有提到，就是布鲁姆的认知六阶层。我们呢，其实要一直去做到的就是评鉴。刚刚也说到的，AI 负责生成素材，人类负责评鉴结果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去问 AI 生成这个结果呢，我内容上面有没有符合我自己要的需求，哪边我还可以再去做修改。其实你一直用这两个问题呢去看待 AI 生成的素材之后，你跟 AI 的互动可能就会越来越顺畅，然后之后呢，整个人机协作呢也可以很舒服。所以今天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右边是今天用到的 AI 工具，然后左边呢，就是我们不断不断的要去评鉴。那我都觉得呢，老师的自主学习啊，就我当今天大家呢，不一定是当老师啊，就是我们要去分享智慧的人呢，哎，都是一个老师。我觉得老师的自主学习就是学生最好的榜样。那我们今天大家都上线来学习啊，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或是烟火哦，也可以来按一下给自己的，给自己的。好，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收敛，我们今天就是 AI 的出现，让人的价值更加展现。好，那就祝大家呢，未来都可以跟 AI 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